法国全球最大滑雪区 WiFi 全覆盖，即系唔止处理埋啲小朋友，可以处理埋你个太太。哇，乜心理咁大胆，老婆仔女都唔要？其实佢系讲紧呢个全球最大型嘅滑雪度假村，点令佢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啫？呢个已经喺全球拥有23座滑雪度假村嘅品牌，近日又有新佳作啦，宣布喺今年12月就会有第24座，亦都系全球最大型嘅滑雪度假村喺法国阿尔卑斯山开幕啦。呢个度假村喺每年11月至5月开放，提供长达600公里、一共317条嘅滑雪道，大部分更加系位于海拔1800米以上，系目前欧洲最高嘅滑雪区啊！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滑雪区不单止是被雪覆盖，还连 WiFi 都一样全面覆盖了。这么喜欢打卡的香港人，去到都不怕 miss 了任何一个 moment。